Killing spree. Unstoppable. Godlike double kill. Triple kill. Triple kill. Holy shit.妈的！后来看超人要逃掉，我们才开启大招。
这边找到敌方的阿莱斯特，我们再给他连杀哦，就让龙马把他击杀。这边我们对一技能的伤害呢，还不是算得很准，主要是我们只玩了闪电侠大概几场。闪电侠呢，理论上也非常适合出暴力法杖哦，主要是我们有非常多段的魔法伤害，连招的过程呢，可以触发好几次的暴力法杖。这边具体放的位置。放两个后排，我们现在先等待一下哦。如果贸然冲进去呢，被阿莱斯特抓着，我们就完了。找了一只兔子哦，它已经使用了位移，迅速把它击杀，然后逃离。这边等待我们七人缺时间，找到敌方聚在一起哦，连着敌方阿莱斯特开个大招，直接完成一个二连杀还是三连杀的样子。我们现在拆个塔，找到阿莱，一技被动，二技再一技，成功把阿莱击杀。继续推我们的防御塔。这边我们龙马也退了进来哦，我们先帮忙他拆塔。注意敌方的兔子。这边我们等敌方人数多一点，先把兔子击杀，然后开启大招，吸掉敌方龙马。接着是敌方炸晕，这边敌方阿莱斯特也复活了，顺进去，先解决掉阿莱。以上的受到了闪电侠打野的三解说。闪电侠玩的好关键呢，当然是我们的技能的连接，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英雄。最后呢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的影片，喜欢影片不要记得一个喜欢。欢迎在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互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订阅。那我是双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